大家好啊，我是宝哥，这次来到大湾广德堂，也称沙妈庙，等等要过去吃广护宫的圆满宴。趁这等待的期间，就来拍摄一下咯。据庙碑记载啊，汪姓先祖汪清于道光27年，外出捡柴时，路过溪畔，舍获神尊。回家安放于顶案桌上，然后在某日的中秋节，村中儿童玩耍水蛙绳，将金尊放在颠倒的竹椅里，且绑紧当饰架来把玩。看到这里，不知小孩的屁股是否安好，当然叫因老爸恭喜，恭喜恁那欧白胜。不过在他们玩时，真灵震动，长辈疑惑此现象非比寻常。随后再以竹椅试驾，果真起驾，并降禀显机沙妈佛祖。很可爱的石狮子，结缘金1000元，我觉得不贵。石雕是一个费工又费时的艺品。土地公福德正神。祝生娘娘。其实我觉得菩萨还蛮灵验的，刚拜完手机就传来订单页。我有拍神尊圣诞日期表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生日时记得祝神明生日快乐哟！吃饭咯！特制的口罩也。